然后我是就是在那个爱心荡秋千的那一场，然后那一场刚好是我们自己临时起意加的一场戏，然后我们跟导演啊还有整个剧组都整个都是即兴创作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所有台词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所以我觉得他有一句我问他说然后我问我们现在的关系你还喜欢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就说，你就说喜欢是喜欢啊，只是我还不太习惯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他就问我说，那你喜欢我吗？然后我就说，他就说那就好啦。他就说信，他说我们不用太在意任何人的眼光，幸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对，我觉得这句话。我很好奇，因为这个是他自己写、自己创作出来的，所以有代表是也是以擅长跟你们说那个整段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？那场戏是这样的。我跟腾腾还有导演，我们三个就是在拍摄那一场的前半个小时，我们才决定要加那一场戏的。所以那个那些台词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站位了，我们才开始就是直接丢出来。所以对我来说，那个是善存最，我觉得最真心、最真实的一段话，就对我来说啦。